专业又颜值的舞蹈频道，咱们左上角五星五星嗨翻天又来了。你想看我吗？有没有想看美丽的哥哥扣个一？不想看美丽的哥哥也扣个一，只能扣一。然后咱们喜欢美丽宝宝可以给美丽电影关注，帮美丽电影新打到卡送的免费小花花。嗯，喜欢美丽就点心告诉我的了。好肉。然后那个，然后不说了，美丽再给大家敲个舞蹈。嗯，对。名字叫后来我去北京 找过你。你们有北京的哥哥吗？去北京找你去了，美丽也去了。没找到。
咱们啊，没有帮美丽点关注的哥哥们，加加油，帮美丽点关注了，跟美丽回家会有更多更多精彩的舞蹈送给大家哟，加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，加加油！这个地方没有给美丽点心的宝宝点点心哦，这是签就可以点了，老美丽了，兄弟们，咱们下面还有两个舞蹈给大家，一个是美人尖，一个是理想，哥们想看哪个，咱们扣起来，一二一二扣一扣。欢迎我的家教主，一二一，只能扣一或者二，兄弟们，快点儿啊，没时间了，一二三，一美人尖，好的，那么咱们就一个美人尖送给大家。脱掉漂亮却磨脚的高跟鞋。点一下，对，然后咱们帮美丽点点关注吧。
这个地方关注，别忘帮美丽点一点啊！点了美丽关注，每天会有更多更多精彩的舞蹈送给大家呀！点了宝宝，这哥哥你最棒！这地方心能不能帮美丽点一点？小心心送给我，喜欢我就点心送给我。嗯啊，还有一首哦，理想送给大家，把美丽的理想带给你们。夏蝉冬雪，不过轮回一瞥，舞蹈。城市为了填饱肚子就已经疲力尽，还谈什么理想，那是我们的美梦。梦醒后还是依然奔波在风雨的街头，有时候想哭就把泪咽进一腔热血的胸口。我睡过了车站，一路上我望着霓虹的北京，我的理想把我丢在这个拥挤的人潮，车窗外已经是一片白雪茫茫，在轮回，而我一无所获的坐在街头，只有理想在支撑着那些麻木的血肉。理想，今年你几岁？你总是诱惑着年轻的朋友，你总是谢了又开，给我惊喜又让我沉入失望的生活里。睡过了车站，一路上我望着霓虹的北京，我的理想把我丢在这个拥挤的人潮，车窗外已经是一片白雪茫茫，只有理想在支撑着那些梦。